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去这边，然后你等一下要走然后我们要走到这边，你要冲到最高的地方吗？我们要冲到这边。你有办法吗？有，我们可以从这边走到这边。那要加油哦。好，我们先去买个水，走。我们今天要去三峡满月云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我们中午才到这里，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了，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到哦，不然就要路边找位置。疫情期间有入园的人数限制，只能要买门票哦，全票100元。新北市民7到12岁50元，3到6岁10元，0到2岁不用钱。售票停到游乐中心，是平坦的健行步道，推车车也很方便哦。游客中心分别有蝴蝶馆、森林馆，还有溪流馆可以参观哦。我们现在要去溪流馆，待会一起来看看吧。好。要剥鞋子哦。我们走在溪流里面。这里是蝴蝶馆，这我来看看。好，这些都是蝴蝶啊，这个是蝴蝶的椅子，然后那个月牙蝴蝶，然后这些都是死掉的昆虫。好了，猫头鹰在这上面。弟弟来。离开游客中心没多久，有间森林小铺，可以在这里，这些都是真项目哦。这里是森林小铺，我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买东西吃。吃得好饱，赶快去玩拳头吧。这生态也很丰富哦，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花花草草。这个步骤很简单，我有办法走，要顺着我的拐杖，要去看满月圆舞。好，加油，妈咪加油！我可以啊，我这本小王。走，瀑布到。什么流水的呢？我们去跟当面看啊 ，Ready Go！ 厉害。哇，我终于到了。小王，你是不是长大了？对。你没有很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很努力的爬完整个路程了，哈。那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好，防疫期间也不要忘了戴口罩哦。这边超棒的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大家也可以来这边玩哦。
谢你们观赏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